好，来了，恶魔边境。猫 ，Mickey 猫，它就是 Mickey 猫了。美琴之刃号称天下第一锐利。运输服务终于有传送，都有传送了，终于。这白色的不一样，啊！痛！有事要背后来的，是不是？爆炸炸弹都来了，天哪！接下来一定很难搞。近战伤害有一定几率生成多个魔法剑追加攻击。哇塞！哦！嘴炮，还可以穿墙，什么鬼？确定。我在祈祷。啊，好险无敌，不然我都会气死。稳稳的。不是吧？你一下僵直，一下要突然开砍。月之物的阻碍无法前进。对啊对啊，太难了。还是我这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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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不能，真的不能过去。每次打倒敌人都要恢复少许体力，哎，这个好多了。黑钟，上钟，被偷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要一直这样踩我头。顶 A 咯，有赢了，唉，难怪这么简单。哦，哎，其实还行。啊，一次过哈，还兄妹嘞，哼，一打二，还好他们进攻欲望不是很强。多拉哦，多拉是他，默默多拉，多拉是红色这个会瞬移的那个。玩不到多啦，好。
又是我一个人继续向前。哦，他叫我回去耶。好啦好啦，现在有传送，我就比较情愿一点。以前摸不到的猫，现在摸得到了。哈，这里原来有藏一个。哈，这里还有藏。我们家后院居然有藏这些东西。哦，至少把钟找回来了啦。神赐予了我们生命，然而那些神若是想要夺取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坐以待毙。你是我们村里首屈一指的祭司，哈，一定要拯救这个世界。要不要去这里探险一下？古老圣域。弓箭的飞行速度大幅提升，是蛮强的耶，老实讲。OK。月之物这边还卡着一些东西啊。月夜之金粉可以干嘛？素材还可以往下看一下。又一个，哎，那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祭司吗？治疗师哎。可以，那这边就剩一个那个被月之物挡住的技能包了，其他没了，搞定，回家。嗯，还好大，确实很大，人很大，精灵女皇。哈哈，我现在射箭超快了，怕你们。哇塞 ，What is this？ 臭臭泥 ！Oh my god！ 我比较需要加血，血量一直没办法到1000，他一直给我加攻击，也行，也行，35，很痛。哎呦，痛哦！叫了好多他的宝贝啊！行还行，弱弓箭哦，发现哦，只是有点慢，弓箭。跟他上下打，哇的，哦，哎，不好打，一直在他身体里面滚就好了。左右打背身，打背身。一直跟他打背身就赢了。你就翻到他背面。哈哈哈。简单。灰之腹地，
美晴村还没打完，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念什么。哦，这是急退哦，那还好，我以为你有伤害的。哎，你也在这，好强哦！你怎么过来的？先聊一下啦。神的保佑啦，哼，真的很强欸，都可以走到这里来。精准闪避的判定时间变长，真的很适合给那个手残打。哦，许仙，白蛇来找你了，都要经那个愚者之手啊。另外一个月神啊，赛琳，对，就是他，这是赛琳。我也想要挑战他吗？我要先能够跟月之物，我要先能够突破月之物才行。好，他要给我一个新招了吗？月夜之金粉和月夜之银粉。哈哈，是不是先要先帮你完成委托？哈哈，好的。好丑哦！哎，乖乖。真，我在看《咒术回战》吗？这是真人的改造人吗？这是改造人啊，各位！怎么会有人在混水摸鱼啊？哦，好多鱼，太多了啦！这里三条。突然发现打这些怪回的血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够。哦哦哦哦哦！我的小助手直接跳下去，这么勇，这里感觉是……啊、还好他没有爆炸伤害，还行。1000滴 HP。哇，太好了，不容易啊！哎哎哎，主要是我一个击败怪物就回血的符文，所以真的那回血超快。大剑碑，这里很适合来一场 BOSS 战。哎，说说而已。Oh my god！ 收会的大蛇怎么打、啊？哦，这要打掉吧？什么意思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打掉了。哦，打掉就不会被扣血。那个天降大变的招我还是不会躲，天降大变。哎呀，天降大变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大变来了，大变来了，啊，好痛！射箭，射箭，碎哟！好痛，好痛！
移动速度不会被降低耶，逆行者还不错，好黑哦这里。哎，问号，这里啊，小恶魔，人类口吗？放我一马，我可很可爱啊，人类小姐姐，三小。好东西给我200个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答应交易。攻击会消耗1%的生命，每次近战都会附加强力的战绩。哎，反正我打死一个就会回血啊，1%的生命10滴血，三下，感觉是攻击力增强了。那这区探完了，这个探完了，有一些是拿不到了，现在拿不到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。